哦，夏天的话就是浴室跟厕所会很闷热啊，就算有租个排风机，也没有办法解除这种闷热的感觉。那我是建议说在家里在浴室装了一个壁扇，就是这个我就不示范，就是说它会呼一个这个，那你自己打塑胶，比如说两个螺丝，然后再买一个这个。把这个电扇的挂上去，这是一个十寸的，在那个虾皮买的，因为你浴室没有很大，你买太大的话没办法。你看，这样一拉，是蛮强，整间浴室都吹得到风，尤其在上大号的时候就可以解决，很闷热，还有潮湿，把地上的水汽吹干。好，所以我建议这个装这个十寸的电风扇是一种蛮不错的选择。